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赢过爱情事。啊，拄则三姑阿公，你的身体真虚，啊，你是不阁袂用补？啊，你身体变来好？啊，就医生讲的啊，可能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，你爱听医生的话吼。那有这落代志啦？我后抓去予医生看的时阵哦，搁甲问我清楚，看什么原因吃，什么不原因吃。我知啦。啊，准讲不原因补，啊嘛爱吃一寡较营养的，你巴肚一定枵啊吼。妈来出一碗面来，给你吃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开讲吼。这你无闲哈。林飞哦，真欢喜啦。啊，等下厝会大会对啊啦哈。但即马有心哦，我来讲哦，袂当咧百官百家哦。啊，有什么代志哦？咻一声了，我要出来遐侪人讲。哈。我来讲啦。恁爸妈哦，都唔嘛讲哦，你赶紧生一个孙给因抱呢，真正无简单哦，总算讲会做妈妈对啊，甲水的妈妈呢。哎呦，以后哦，我这个孙哦，哎，还叫我姨妈了，哈，姨妈呢，哎，乖乖呢，哎，啊，所以哦，大心大命，我顾身体，知影无？嗯，多谢阿姨，谢谢你哈。哎呦，姨妈的姨妈的，阿姐娘，外口一位王先生讲要找你呢。王先生，请入吧。啊，吴老大，是你哦。哎呦，我看哈，我店要要发来了，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请您茶啦。哦。请问今日来有啥物贵事？这来恁平家猪脚，当然嘛是要来吃猪脚呀，对吧？你最爱讲笑的呢。你若想要吃猪脚吼，你叫你少年来买就好啊。啊，若无哦，敲一通电话来，我嘛给你送到位啊。你今日来是要来甲我讲停车场的代志对无？啊，是有啥物好康的要帮我知啊？你个真巧吼。我安尼一来，你就知影我到底是要来创啥。啊，那安尼，你是答应要甲停车场袂当来互阮啊？无唔对，你安尼开一个计数，看到底要用偌济钱，甲这个土地买倒去。是安尼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看建宏当初欠你偌济，我就用迄个计数甲你买倒来。讲你出来吃了，真正出来吃。今仔总算讲，是我知影讲你三百强厉害啊！吼，你照原来计数个八段计数哦，这句话你讲袂出嘴哦。你当初我是啥？你开这个救济院，当初是攀哦，安尼你甲我讲，无啦，你哪安尼讲，我要哪会假啦？啊，甲我骗啦，当初攀安尼讲的人，应该是你才对啊。当初你骗建宏哦，甲停车场摕去抵押给你。你是用无正当的手段呢，而且哦，迄只是爱离家离，唔再遮尼济。啊，即马我是用钱甲你买的呢。啊，你算起来是算现赚的嘛？就算讲哦，你食淡薄仔亏，即算讲受罪，你做功德啦。你放心啦，你一定有好报的啦。你即马意思是讲，叫我用完来介绍袂予你，啊，你利息拢卖赚安尼，哦哦，好好好。若讲到这哦，真正我做袂到。吴刚大诶，我毋是讲超过以后要占你的便宜啦，你甲想看卖，离婚以后哦，有可能是家话大嫂呢，啊，萱萱嘛有可能是你的新妇啊，安尼大家咧牵来牵去嘛，拢算亲戚嘛，啊，既然是亲戚，你来好意思甲讨你说钱啊？卖那么看清人情，人咧讲亲兄弟。坐船过溪，嘛共阮来付钱。这个林丽芬甲裴建宏已经离婚啊，就算讲这个黄大伟要甲林丽芬阁结婚，也是阮嘉伟去娶萱萱做保。咱小请教一下，甲恁裴家
有什么关系？你讲也无唔对啦，因两个是离婚啊啦。也唔过哦，弟弟嘛是爱叫我一声阿母呢。人讲哦，离婚红包是随人去啦。也唔过哦，囡仔迄个名哦是断袂掉的呢。以后弟弟哦嘛是爱叫建宏爸爸。嗯，安尼算起来哦，嘛是有亲情关系啊，那也无。讲安尼够有理哦。 你这个做爸爸的吼，爱替恁囝加想一挂啦。人民校长迄边吼是书香世家呢，你甲恁囝要拼一关哦，哦，迄是真拼呢。也毋过吼，若是恁有人在你边啊，安尼甲你讲好话吼，我相信哦，我也蛮工作白的啦。你讲是毋是？也毋过吼，你若为着讲要省这淡薄仔钱哦，就害恁囝咧交往无顺利，安尼毋是足无价值的。 时机掠着我六点，为着我的后生，我答应你，我跟阿三弟，无要加你的利息，这个土地照还给，袂让你。安尼哦，安尼真多谢你呢。杨哥啊，有一件代志你也甲恁爸听好清楚吼，你也叫这李德文。 哎，叫伊赶紧去甲宣传伊老爸老母讲，叫伊宣传伊老爸老母将见面哦，莫阁找阮请回麻烦啦。安尼我这人情，安尼做了，唔到有价值，对不？假使讲哦，做人，人唔知影讲安尼低温、少福，安尼是，当我啦，真正话是，用配谈配暖。会啦会啦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甲你办到够啦。 啊，到时哦，恁这团队新人哦，就安尼做伙办办的啊，吼啊，我一定会到位啦，吼啊，甲你包一包较大包，甲你留咧啦。有影啦，若讲到这个萱萱甲嘉伟婚事，迄是咱们一定会办的啦，吼。啊，假使讲若讲到这个黄大伟甲林丽文哦，两个婚事我看到，伊个就较歹讲，所以你唔好想歪伊啦。天哪会啦！ 啊，人大伟甲丽文结婚啊呢，丽文嘛答应啊，伊两个哪有啥物问题？黄大伟甲林丽文，伊两个结婚的代志，破去嘛，这所谓一切，拢是因为你。我，总讲你拢唔知，你顶边叫这丽文来替恁来敲这个皮夹、猪脚这停车场的代志，结果这件代志，当然啦，我是一定会答应。要唔过，唔像我知影这件代志哦，你要气不平。 气不平，哈哈哈！大家拢知影讲我甲这个黄金公早都袂下，伊即马只知影这个代志，伊对这个林丽文更加是咄咄，所以咧，伊对两个婚书反对到底，你家己想看卖这件代志是毋是厉害？嗯？啊，马队，对，好啊，代志讲煞，咱过来走啊。 哎呀，千万唔当放落去哦。嗯，啊，先过时了。顺行啊。好。奶奶，连我奶奶都无甲我讲啊。哇，这王刚啊，应该是跳过伊家黑镜。 哟，阿玲伟啊嘞！阿伫咧房间哦整理物件啦。哦，想刘伟啊哦，即摆肯倒来厝安尼安胎哦，我继续放心的啦。是啊，倒来厝的安胎哦，咱大家安尼甲照顾，安尼上好啊。我小等后边佫甲讲，等囡仔若出事吼，爷来嘛得要厝的做，好我即个做妈妈，好好甲报一下。嗯，啥物好好甲报一下？ 我看哦，你根本就是伫咧想要抱孙啦，无要抱孙转去啦，对无？对，我就是想要抱孙。咱厝的吼，真久无听到翁仔啊哭声呢，哦，死狗吼，厝内一定会出闹热的啦。妈妈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恁听到一定会足欢喜的啦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啊，就拄只啦，王刚来店的找我，啊，我甲伊讲好啊啦，迄停车场哦，伊愿意阁袂转来荷兰啦。 啊！你先伊讲哦，只要咱甲进前哦，计拢欠的遐钱哦，拢甲还清，安尼就好啊，利息钱拢免啦。哎呦，啊，那是安那，王五刚摕钱唔对药啊，哎呀，安那会较好心啦，啊？啊，煞唔知啊，丽芬去替咱讲情的啦。丽芬。
无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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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惠君啊，你安尼愈讲我愈三无咧哈。啊，丽云甲王阿姑讲啊，也无亲无情啊，伊是安怎都爱卖伊的面子啦。爸妈，这恁都唔知影啦。虽然讲哦，因即马是无亲无情啦，不过哦，等丽云甲大伟结婚，爱有亲家关系啊。你总袂记，我唔是甲恁讲过，迄大伟吼，甲王阿姑的后生嘉伟啊，是自细汉哦斗阵大汉兄弟啊啦。 啊，所以哦，丽芬也计有大话，啊，嘉伟就是叶小姐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哦，丽芬因在吼主动去找王刚替咱讲情啦，啊，想袂到哦，真正讲成啊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安尼咱搁伫麻烦丽芬啊吼，啊，伫咧出面替咱即个做善偷偷转来啊，哇，欠伊人情太大咧啦，啊，咱是要用啥物甲人报答啦，啊。唉。 咱朋友无法度甲丽芬才好的新妇留的吼，有影有够无彩啦。是讲哦，伊好心有好报啦，啊，佮有法度找到亲像迄大位哦，遐好的对象。诶，啊，唔对咧，哦，啊，伊丽芬啊利用这层关系哦，来甲王国光讨人情啊，啊，万一若有啥物变卦，啊，佮到时要安怎才好咧哈？爸，你莫想遐多啦。 啊，规定吼，丽芬肯甲咱斗三工，啊，停车场会用提回来，安尼就好啊。无啦，袂袂用咧，安尼讲啊对。人丽芬啊是好心，第一甲咱斗三工，啊，到有时搁连累对人，安尼就唔好啊咧。嗯。袂啦，爸，啊，听咱讲两句话，阵也有声啦。啊，而且哦，咱嘛唔是免钱啊，咱嘛爱用钱，才能甲停车场买回来啊。啊，即马停车场哦会用提回来，你以后就免为着即件代志安尼烦恼啊啦，吼。 啊，时间无早，我来煮饭啊啦！哎呦，对吼，啊，玲儿啊，即嘛有心哦，食饭哦袂用等你啦，啊，起来煮，起来煮。大伟，这行生计的新产品，以后伫阮公司通路也卖了真好。嗯，咱客下拍手是毋是？咱提关者。你认为要提关偌济啊？ 你讲诶，因为新产品的研发成本较悬，无看安尼啦，就照以前的拍数，好不？好啊，其实我知影吼，你给我的拍数一定比别人较悬啊啦。我对恁公司新产品嘛就有信心的，以后产品若像饲料哦，我相信我的业绩奖金嘛加足悬的。多谢你哦。袂啦，这也无啥，莫安尼讲。诶，阿杰，你讲好啊，无咱趁其他个还要请请来无？ 谢谢大家合作顺利，合作愉快。来。哎，对哦，要中岛啊，我打电话叫雷文做来吃饭吧。啊，免啦，免卡。先弄哦。哦，无啊，无安怎啊？这个雷文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 李红，你敢知影丽芬为着陪嫁代志去救王刚，爱王刚家庭家丢，袂当伊有陪嫁。大伟，你莫白想啦，丽芬可能是想要向因陪嫁认亲啊。我知影啦，丽芬这个人哦真惜钱，伊嘛真珍惜过去甲陪嫁迄段情分，三不五时去陪嫁关心陪嫁的生活，这我会当理解。也毋过亲像天家场的代志。 这是被叫家己掠出来，伊应该家己承担，先做丽芬要替伊去救王刚。而且我爸爸知影这件代志以后，对丽芬有淡薄无谅解。这哦，我怪丽芬心肝伤过软啊。
我想伊安尼做吼，应该是不忍心看皮噶停车条的代志，伊影响到伊地卡店的生意。你讲我知影，我只是希望离婚在做代志之前，会当身体家己还阁我小想一下。有时阵哦，有一挂代志，我做困扰的，嘛影响到阮两个感情。我知道的，这件代志我甲你们讲过啊。安尼啦，我再阁找机会甲讲一下。太谢啦，我你这么为难。好啦，无得麻烦你啊。俺爸爸那边，我想办法甲伊解释清楚。是的啦，我阁有代志，无我先来走。好，拜拜。二姐，你来到这好，够不好意思啊？等我一下，我晚上咱做出去吃饭。没啦。快点来，等一下。啊，你不会吃啊？吃袂落，拄好甲大伟约要签约，想讲约签签的，要请伊吃一下饭的。我现在心情无好，饭也无吃，注意走啊，还害我哦，毛不止拢无胃口啊。啊，没过，我早就甲你讲过，莫去插皮家的代志啊，你啥拢讲袂听啊？你好，目睭紧紧看着皮家困难，无甲你斗相共，我真正做袂到啊。而且我嘛是希望讲停车场的代志若是能解决，阿姆就用得转去啊。我你嘛算是报答过去皮家对我的照顾啊。嘿啦，你拢要做好人，无要亏欠别人。啊，大伟嘞，你敢想过大伟？你安尼甲皮家斗阵袂煞，啊，伊心肝安怎想？大伟是安怎甲你讲的？伊找是无讲啥啦，不过我看得出来，心内就失望的。其实为着皮家，还佮皮建宏的代志，因爸一直到即马还是反对阮做伙，甚至连大伟甲我求婚，因爸还是无同意。所以停车场的代志，只是给我一个借口。既然你知影大伟因爸无爱你佮皮家安尼高高低，啊，啥物唔撇下？我敢讲，你无想要佮大伟做伙啊？唔是，我无这个意思。我甲大伟感情也是真坚定，我只是无想要看到阿爸因为着停车场，还佫有建宏因妈的代志，一直在烦恼啊。为着离婚的未来，我看我先来陪家走一撮，大家甲话讲清楚。二姐，你想啥？无啦。离婚，既然做珍惜你甲大伟的感情，安尼就好阿爸阿爸。卖给我带我失望啊，知不？我知啦。你嘛卖搁去互萱萱压力啦。我甲大伟代志哦，甲伊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我知。哇，我搁代志先来走啊。嗯。啊，阿母，你唔通袂记哦，妈叫你今仔倒去食饭。嗯，拜拜。大姨，这里收起来啊。谢啥？这是阮公司出的保健食品，啊，这是要给莲回吃的。啊，安尼身体好，多好，已经给莲回吃啦。啊，莲回讲哦，伊的身体哦，啥物袂用你补啦，害我都唔敢点好吃咧。莲回身体是什么状况哟？大姨，你唔是拢点中药好吃，这应该无什么状况才对吧？嘿啊，啊我嘛唔捌咧，我有甲讲啦。讲叫伊后回去予医生检查的时阵哦，问个清楚，看啥物会用吃，啥物袂用吃，啊拢唔吃吼，啊你对身体嘛唔好咧。是啊是啊，你爱吃才用。嗯。啊。哎。哦。好，你回去。慢点。好。哎，大姐你来了。嘿。电脑嘛拄我来咧。大姐，真好想我。对啊，求许平安符啦！啊，今仔日袂有啥代志哦，我赶紧要送来。多谢啦，平安。哎，你来啊！哎，我就知影吼，
林辉搬回来，你一定直接回来啦。安尼吼，吼，厝内底叫我留咧咧呢。无啊，啊，但你即摆伊的意思是讲吼，嫌我做惨，啊，我回来哦，规个建厝了，敢若菜市啊。我甲你讲啦，人我有我弟的吼，安尼较留咧啦。好，对啦。哎呦，今日哦，有影足留咧咧啦。有影呢吼。雷锋，哎呦，今仔什么日子啊？大家拢来啊？你来做哪？我今仔是有代志，要来跟恁讲个清楚的。阿伯到底的？哦，有滴个啦，我来个叫，阿姨来做啦。哦，小姐，你来做啦。你来做啦。嘿。爸。喂。爸，雷锋来找你啦。哦。免叫我秦浩，我不是你阿姐，请你莫看清英才。啊，丽芳啊，你今仔日来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我是为着丽芳的代志来。啊，既然你拢声声句句讲恁做疼惜丽芳，不甘愿意受苦，那恁敢袂当我拜托一下，以后恁平家的代志，莫再去烦丽芳啊，那无真正会去让恁害死。好啊。嘿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阿丽芬遐是安怎？阿伯，阿你敢真正拢唔知影？恁家停车场的代志，等让丽芬去解决。伊即马替家己家做侪麻烦的。啊，恁说伊只家做无代志，阿你敢会受过超过啊？阿你哪样讲吼？阮甲问题拢等让丽芬啦。迄是丽芬家己答应要斗三工的呢。啊！即摆出问题，你就来怪阮，这什么道理啊？明明就是去逼离婚，嫁来去找王牛讲的，即摆搁要定亲。啊，离婚也唔肯哦，我也无法度逼伊啊，对不？离婚都答应啊，啊，你是安怎？你即摆走来只讲些有诶无？你来找麻烦的哦。无唔对，是离婚家己讲，小晴才会答应你。啊，不过拜托啊，你莫甲离婚歹势骨折，当作是应该欠恁的。啊，这敢离婚家己讲的？伊若真正咧认为吼，不要紧啊，你叫伊来甲我讲啊。伊免来，我今仔就是来替伊抱不平的。就因为伊伤过良心嘛，才让你遐个食到。你来讲安尼啦，我讲安尼倒唔对。唔单是你，恁规家伙拢同款。家姑要甲停车条改掉，完全要替离婚作秀。你唔通袂记的，离婚即摆已经不是恁平家的媳妇啊，恁啥要甲伊利用伊啊？伟君啊，啊，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啊？爸，你莫听伊咧胡白乱讲啦！啊，丽芬啊，真正讲吼，家己感觉安尼无妥当，伊应该家己来找咱讲嘛，伊无需要叫你姊来啊。丽芬在伤过良心，才把伟君拢放伫个巴肚内。啊，不过你嘛爱较有良心诶，丽芬足无简单，才搁找着幸福。恁无甲这好煞来破坏，啊，你敢对？你讲的什么话？我哪有甲破坏啦？戴伟云放进前为了离婚，甲偏见拢安尼高高低，已经无啥欢喜。即摆要为了离婚去找王无讲的，已经避免反对两个来往啊！即摆有新配家弟妹啊！我代志哪会不甲遐严重啊？我嘛唔知发生这款代志啊！啊，若无我就袂去拜托离婚啊！我看根本就是恁挑工设计，要去破坏离婚甲戴伟。安尼，裴建宏才有机会去甲离婚叫回来啊！唔呀，歹势啦，歹势，我唔知影讲吼，阮停车场的代志遐尼复杂咧。啊，若知影讲遐尼复杂，我也无可能让离婚去找王牛干。啊，是讲放心啦，丽芳小姐，啊，阮这个裴家的代志哦，阮绝对会家己来处理，袂过来麻烦到这个离婚啊啦。丽芳啦，你唔是伫个甲我讲？离婚啊，是家己要甲咱斗相共，哪会母甲妹啊？是你去拜托人，你安尼为了离婚啊，你知？你要做这些代志，你唔得事先甲人讲好清楚。爸，我安尼做嘛是为了平家，我嘛唔知影讲哦，这件代志母啊才严重啊。而且你敢嘛知影讲停车场咱摕回来，唔是足欢喜的，怎奈颠倒咧怪我？小姐爸。大叔安尼做嘛，受着咱评价。假使离婚了，只是讲感情出啥问题，我是真嘛袂用怪咱啦。评价吼，你小可袂见小林，即款话你也讲会出嘴。
代志不干，你也无怪你，是要怪谁？姐姐，当然嘛要怪黄大伟。因两个感情真是遐尼坚定，都无因为这小可代志来扣影响到因的感情嘛，对不？讲来讲去，就是因两个都无应该做伙。听讲这个代志哦，迄就是黄大伟因爸找你有伫徛空呀。你丽芳啊，哎呦，你看啦，那丽云哦，对阮哦，遐尼啊斗相共着，这就表示讲哦，丽云哦，对阮平家哦，佮有心肝啊，你就甲讲啦吼，免变叫伊家己哦嫁互黄家啦，吼，对不？你母阿囝讲这什么话啊？讲规半波，原来恁平家拢这么自私哦。哎呦，丽芳啊，你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。阿伯，这个建宏管得好势，莫搁伊甲丽芬哥哥去啊。若是害丽芬甲大伟伯同结婚，我娘家的人一定会找恁讨公道。歹势啊！伟君啊，停车场吼，有影对咱皮家是足重要的，要无你千万都袂用去为咱离婚啊！爸，我若有其他的办法吼，我嘛无想要去麻烦离婚啊！啊，是啊，大海啊，啊，伟君会安尼做吼，嘛是替咱皮家在设想啊。你安尼一直在怪伊哦，伊嘛真委屈呢。拢是你啦，你啊，你啊！你安尼自私自利，家己的婚姻无去不要紧，你安尼可以耽误着离婚的婚事，你知唔？娘啊，我来讲啊吼，以后要较注意者哈，莫阁惹恁爸生气啊，知无啦？啊？我知啦。哦。我有淡薄仔忝啊呢，啊稍等吼，啊就先送我来庙的哈。妈，啊，即届离婚咧，甲恁斗三工吼，去也无讲公正。啊，我想我当面来甲说一下多谢。哦。啊，无你先家己安坐车转去好无？哎，妈，你想胖想胖，讲想要创啥哦？无啦，妈，我甲你讲过啊，我要想办法甲离婚这都转来嘛。即嘛，这机会是上好机会啊，啊，无好好把握。啊，刚刚我要目睭紧紧看伊嫁黄大伟。你唔通乱来啦！无啦，妈。你敢无希望讲离婚倒来我身躯边？啊，你也知影，离婚来倒来我身躯边，弟弟就会倒来你的身躯边。对吼，哎呦，那我做思念弟弟的呢。哎呦，确实哦，因真正会当倒来哦。安尼我暗时咧困哦，阿明嘛会笑讲，欸，我是讲，人离婚有一天对你提心嘛啦，我看伊无可能回头的啊。妈，你无试看嘛？你也知影讲无可能。啊，你个你敢无听迄丽芬二姐讲？啊，丽芬为着咱的代志哦，甘愿牺牲家己的幸福，这表示对伊来讲，咱平家代志比黄大伟较重要。你讲起来哦，丽芬哦，对咱平家嘛做有情分的呢吼。是啊，妈若无照讲，我正常对丽芬遐尼无情，遐尼对不起伊。应该真怨恨我，啊，无要趁咱平家代志才对啊。啊那，啊你安尼讲吼，嘛是真有道理啊。啊，离婚吼，就是哦，做孝敬的人的吼。啊，是讲哦，伊若知影你即摆吼真正悔改啊，啊改过自新，一定哦会原谅你的啦。啊，不过，啊伊是不是会接受你，搁转来你的身躯边？当然的啦，啊，即马我甲咱是都无关系啊。啊，黄大伟甲丽芬，你妈妈嘛还未结婚，所以即马丽芬也是转来哦，弟弟咪转来咱平家。啊，不过人迄大伟参丽芬感情袂歹呢，啊，而且嘛对咱弟弟做好诶，啊，你安尼要甲人拆散，好啊。妈，你莫看咧黄大伟哦，甲伊真是真疼弟弟，其实拢表面的啦。等伊两若结婚啊，有家己后生了，伊敢可能搁疼惜弟弟？黄道是好听话，真好讲。不过这人拢是自私的，伊无完全无可能把弟弟当作家己的亲生后生咧疼惜的。啊，时间啊，弟弟若去用苦读，安尼你敢会真心？啊，哎呦喂啊，
食食安尼哦，哎呦，你是要安怎哈？所以即摆想坏办法就是我家己，我来叫倒转来。啊，你弟弟买倒来安平价，而且大伯嘛知讲我是真心对悔改啊。妈，我相信你应该真希望讲丽云能够倒来咱平价，过来做你好媳妇嘛。迄当然真好啊，哎，不要客套。啊！你这届吼是毋是真心哦？要对丽云好，要叫伊转来。你莫到时阵真正甲人撂倒转来了哦！你讲为着你的利益，还可以伤害人呢啊！妈，这你放心，我甲俺是你签字离婚的时阵啊，我就已经暗算好啊。我出来我就是要安尼做，啊，我今麦都无婚姻束缚啊，所以我一定好好对待丽云的。啊，不过，人迄丽云今麦已经答应迄大伟的求婚，啊，你今麦安尼做。啊，离婚哦，做为难的啦。妈，我这摆我是真正是要弥补离婚的。你有这個心哦，真正真好啦。啊，不过，人迄离婚哦，唔知影伊愿意回头无？而且，这个大伟啊，无可能遐尼简单就放弃伊参离婚的感情呢。妈，所以我才希望讲你能支持我，你若徛伫我这边，安尼我就有信心啊。我唔管有啥物方法。我一定会留在我身后边的啦。啊，安尼咁好啊？然后，我即马是要挽回丽云，是因为我之前受伊伤过失望啊啦。你放心，是啦，我用一世人好，我甲弥补。啊，无，我嘛是永远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。啊，我知影过去做了真侪唔对的代志，啊，我即马我是真心悔改啊。你定爱甲我斗三工啊！你阁给我重新一摆机会啊无？我求你啦！建彤啊，你真正够醒啊！就是咯，当阿丽云哦离开咱平家的时阵哦，我就一直唔忙讲哦，伊会当阁转来咱家呢。我即摆听你讲这个话哦，我真正我心内足安稳，我足欢喜的。妈。啊！你讲这话意思是你愿意支持我？妈哦，当然会支持你呀，对不？啊！你既然哦决心哦要甲离婚，啊，跟我弟弟哦带倒转来咱家，快进去啊！妈哦，家己转来庙的，啊对，会去哦。明仔吼来庙的再妈，妈哦，我倒去厝的住。啊，以后咱母仔囝同心。总会想办法，把离婚的信哦，办妥回来，啊！妈，多谢你，你放心嘛，我一定想办法让离婚回来，啊！妈，无你家坐车试试哦，好，我即马来，好，我来找你。好，好水啊！你身体蛮爱讲诶，不过我早起爱食点心啦吼，等你有时间你用食。请你得回去，我请你莫过来搅扰我。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我今是专门来说多谢啦。你真正是我平家温情人诶。啊，是安尼啊，拄则二姐啊，有找阮平家，伊甲阮讲你去找王武刚诶代志啊。啊，我是真惊讲这件代志。会去影响到你甲黄大伟的婚事啊！我会答应回军，是我无希望看到阿姆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咧庙的。你妈若是会回去，我希望你好好伊好。没有，你做阿嬷做遐久啊，我当然知你心内在想啥。啊，我今日来哦，我是要讲一个好消息。你的代志我无兴趣听。啊，不是我的代志啊。是安尼啦，我平家停车场的代志解决啦，所以我妈明仔载都要搬到平家。真是嘞！哎，当然真是嘞。丽云，我看你这摆笑容，我知你这摆心内一定足欢喜的。我的心情哪跟你无关系，莫再讲这款话。好啦，不过我真正足感谢你的。我妈妈有讲啊，
就感谢你安尼为阮皮家好出，阿妈真哩关心伊这大家。皮家吼，恁妈已经不是我的大家啊，我只是该当作一个时代人在关心尔，卖阁甲我甲恁皮家人牵做伙。我嘛拜托你，以后卖阁来跟我哥哥争啊。廖文，我讲过，我一定好好弥补你，我一定爱你等在我身躯边啊。我嘛有讲过，不可能。廖文，我现在我唔对啊。我这嘛是真心的悔改，我再讲弟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，黄大伟这是做袂到，我才是弟弟真正的爸爸呢。好啊，我无想要再听你讲这，请你出去。你好好讲别人见证的机会好不好？我唔相信我会输黄大伟。你是安那到这下阁无了解？感情不是甲人输赢，是需要付出的。你们这里放心，我以后我会付出更加多。你们现在做事嘞？正正我是因为当着刘安琪，所以我才一时糊涂放弃着你，放弃着弟弟。啊，我今麦知我唔对，我是真心的悔改啊！以前我有亏欠你的所在，我以后我一定好好弥补你。你今麦是跟卡达搞番组书，你是要弥补啥？刘文，我连无你甲我讲，我是什么所在，我做了唔好，你甲我讲，我有任何无好的所在，我拢一定会改，好不？你认袂好啊？是安怎袂好？黄大伟，因爸今麦还未接受你，而且你跟黄大伟嘛还未结婚。只要恁两个还未结婚，我就绝对袂放弃。我会讲出来，我先来走。等下，伊家提走。这代表我的生命，我物件送出去，我都无可能阁收回来。找人有啥物创啥？我来甲你说道啥？说啥物道啥？你敢毋知影？丽雄去找王武刚，我也说吼，王武刚伊甲停车场即嘛袂冤枉。这代志我知影，丽雄安尼做是为着恁爸爸妈妈，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那也无关。虽然讲我即嘛甲丽雄离婚，啊，不过伊还是甲阮爸妈当作伊家己的生活，而且伊嘛真关心阮平家的代志。真实的，我要来去找丽芬啦。阿公，这届丽芬去找王姑讲这件代志啊，要用到恁的婚书，直接我给你核实。皮建宏，我真正想无呢，你都已经跟丽芬离婚遐尼久啊，是安怎你就是未肯放伊煞？我知我之前做了唔对啊，刚刚我都袂用你讲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对伊好。我现在无资格，你莫把你甲丽芬所有问题拢送伫我遮啦。你的心内真清楚，恁爸才是恁两个人的阻碍。就算我今日无来找丽芬，嘛是恁爸接受安尼走的，敢是？好，你也无话通讲，那我就要走。建宏是过来找你创啥？你怎会来找我？我拄则伫外面拄着伊啊，伊讲伊是为着停车场的代志来甲你说道谢的。是啦，伊来甲我说道谢。敢真正这么单纯？我看伊哦，根本就是咧找借口要来接近你的。没啦，可能是因为拄离婚，心情不好，想要找人讲话。不过伊拄仔来，我嘛无睬伊啊。以后伊袂阁来啊啦！这到底伊物件是毋是摕来？是啊，我有叫伊摕转去，啊，不过伊物件放下就走，我嘛无办法。我真正想无咧，平建宏伊到底想要创啥？大伟，你莫生气啦。是不是平建宏拄则有跟你讲啥？伊甲我讲，阮爸爸反对咱两人做伙。伊讲咱两个绝对袂有结果。我听了真正足生气。
是咧气你啊！我是气我家己，哪会这么无路用？无我都说红包。大伟，别跟我讲的话，你就莫放在心内啦。可能是因为我二姐走去平家理论，伊唔才超过伊来找麻烦的，咱莫去受到伊的影响吼。雷锋走去平家？是啊，因为我二姐个性哦，绝对袂好好跟人讲。一定是叫平家的人以后莫再来搅扰我。大伟，我知影，某是我心肝软，才造成这个代志。啊，不过我相信咱的感情袂因为安尼就改变啊。你还对我有信心吗？好啦，我知影，我要带萱萱回去啦。放心。好，拜拜。你来跟相公电话啊？哦，马卡来啦，讲叫恁儿阿妈等你厝里吃饭啦。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今仔日不是学校的工程开表，啊，敢有顺利？当然嘛，真顺利。红牛刚退出啦，就无什么是非啊。好。爸，你讲起来，阿伯有讲话有算话呢，伊真正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哦。违标工程本来就是违法的，伊退出是应该。即马你讲到未输是偌大个问题？萱萱，是爸爸坚持讲，工程的定标一定要公平公开啦，伊才无法度寸卡出手。哥哥吗？水丹哈？对，乡里来者。哎，蔡校长。啊，校长夫人，哎，你好，哎，请坐啦，好好，来来来，拍手拍手，赶紧交流哈，别别别，来，请你们坐哈。蔡校长，我今天看起来心情有较好啦哈。洪武刚啊，你若是为着好好的工程要来找我，真歹势，袂赴我啦。今仔日呢已经开标啊，就算讲你即摆要安怎威胁我，迄嘛拢无路用。你误会误会，我今日来这完全就是为着我后生，啊，甲萱萱为着因两个人啦吼。啊，咱讲真嘞，工程之前我有讲过，我绝对无可能插手，我嘛讲会到做会到。啊，前几天哦，雷锋有来找我，讲希望我甲这个平价的停车场会使怎啊卖给因吼。哎，我迄个时阵我无甲你骗，我把头拢无少夹一个，随时甲答应了。